啊，中国的这个幸运盒子啊，哇，确实很会做生意啊，搬到越南了，幸运盒子。这个女孩打算买一个礼物，哇，太会做生意了。但是这边呢，只支持现金，不支持手机支付，所以说生意应该不是很理想。哦，也可以哦，卖的很多，很挪空了。这个男人掏钱了。这个幸运盒子的话，利润是我觉得挺高的，都是些小礼物。10万块钱一个，哇，10万块钱等于30人民币，哇，出来了，10万块钱等于30。来，我们跟他们一起开箱测试。哇，什么东西 ？Money，iPhone。哇，雨伞，一把雨伞，哇。10万块钱买一把雨伞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很会做生意，啊，还抖音，哇，生意很好，卖了很多，哇，我们又路过这里了，哇，没有了，哇靠，太疯狂了吧，卖完了，1个30块钱，1个30块钱，这个女孩想买，这个男的好不想干，不想去买。男孩在犹豫要不要掏钱，哎，最后掏吧，哎，算了，不然的话不掏钱的话晚上上不了炕。女孩很开心，说晚上今天，你懂的。女孩又在犹豫，还矜持，嘴上说不要，其实心里特别想。好，开始吧，抓紧把它插进去。哎 ，OK。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好，来，掉下来了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生意真的很好，这么多人买，这个人也买了。哇，这么多人来买这个。哎，又来买了。哦，这个钱真的特别好赚啊，我发现啊。抓紧从国内给我运来十台这个机器，我找地方放。哇，10万块钱一个，10万块钱30块钱人民币。哇，很开心，都是一些便宜的东西。这什么东西？玩具。哦，这是那个修脸的。哎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个很便宜啊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很便宜啊，这个才都是一些中国产的玩具啊，啊，你看真的难切的，哎，女的很开心，她本来已经很瘦了，哎，哎，她和她男朋友打电话，这是模型飞机，哇，这个才能飞吗？这边还这么火热，这是商场一楼。哦，那个白色女孩很漂亮。哇，这就是生意，把中国一些这边没有的东西挪到这边来做，绝对赚钱。兄弟们，你们还有什么好的生意的话，在下面留言。哎，咱们一起做一做。好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